寻味，食到舐舐脷啊！佛山是个好地方，不单止是功夫之乡，还是历史文化名城。除此之外，还是饮食界卧虎藏龙之地。今期我爱翻寻味，拜访有中国粤菜十大名厨称号的华哥，解锁柱侯鸡制作，找回儿时的好滋味。大湾区卫视《我爱翻寻味》，每晚七点半陪你开饭啦喂！我爱翻寻味，食到舐舐脷我爱翻寻味，揾食揾到你屋企。哇！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丁丁，我身边咧就系大家都好熟悉嘅姚老师。大家好啊，欢迎你，老师。诶，老师，我哋今日揾食揾到边个屋企啊？揾到佛山禅城南庄嘅孔家村。哇！佛山啊，系个好地方啊，佢咧就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啦，而且咧仲系广府文化核心区域之一啦。粤剧、陶瓷、剪纸、秋色，世世代代发扬传承啊！厨师厨艺遍地可选的靓靓入厨好食材，数不胜数。诶，话时话老师啊，我哋今日嚟到咧打卡呢度嘅美丽乡村都是个好地方、啊，不如我哋咧一起行下睇下，顺便找下今日嘅地胆啊！好啊！绿水绕村流，崇文上学书香浓。文庄村又叫做孔家村，位于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格行政村，在2016年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。800多年前，孔氏一脉在呢度耕读全家，繁衍生息，曾经培养出翰林一人、进士一人、举人八人、副贡生三人、七品以上文官40多人。在村民的共同努力下，村内至今依然保留住连片的古建筑群，位于文中村中心七层楼高的仿明清塔式建筑文昌阁零舍竹屋。2021年，孔家村文昌达被列入禅城区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孔家村亦成为了首批佛山市文化和旅游特色村，禅城十大人气魅力古村。佛山咧系功夫之乡。仲系历史文化名城啊，而且仲系饮食界藏龙卧虎之地。老师，你索下，有冇闻到好香啊？好熟悉嘅味道啦！吓，呢位就系我要同你介绍嘅地胆啦。华哥，黄千华，中国粤菜十大名厨，中华金厨，首批注册中国烹饪大师，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嘅南粤技术能手。
个行道噶嘛。哇哇，咁我哋想学有冇机会啊？我哋第几代咧？系啦系啦。我家我教我徒弟先。哦。咁我系第四代啦。系。咁我徒弟应该第五代。第五代。第五代。咁我哋可能要排到第五代。我哋系啊，我哋排住队先。排住队先。咁你想唔想识下佢啊？我梗系想啦，而且我哋仲好想学添嘛。系咪啊？嗯。不如啊，咁样啊，我带你哋去认识下佢，睇下佢点样整条计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唔好啊？好啊。咁啊，事不自然再食呢啲，问我哋落去啊。桃李满天下嘅华哥最唔相信教识徒弟饿死师傅呢句说话，因为教识咗徒弟，佢就可以翘埋双手，脚硬硬，等住品尝美味啦。郭显伦，华哥嘅外徒之一，中式烹调技师，广东省技术能手。2021年被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评为最美劳动者和技术达人，2022年荣获中烹全国烹饪技能大赛金奖。大家好啊，哇，佛山柱侯鸡呢应该好多人听过这个名字，但是这只鸡究竟是怎样？镬意思是落油，啲柏姜
拍蒜干通头，蒜爆香佢，挤落去爆香佢，再挤埋呢几条葱落去，再爆香佢，再落埋啲芋子，爆佢之后咧就要蘸入啲花椒酒，跟住倒埋啲牛腩汁，烧滚佢之后咧就可以。同埋佢徒弟啦，我哋即刻试下佢嘅手势啊，就系、是、柱侯鸡。系啊，事不宜迟，试试味道。好，我成日睇佢啲色泽咧，同埋嗰啲弹性咧，已经觉得好正啊，因为震腾腾咁样样嘅。哇！食到佢嘅豉香味啊，面豉嗰种味道，诶、好紧要嘅嗰个牛腩汁嘅味道出晒嚟，鸡同。牛腩可以咁混然一体啦，我就谂一句话：杀鸡焉用牛刀啊！即系话烫鸡唔使用牛刀，但系咧整鸡咧真系要牛味嘅。借用咗啲牛味啊！系啊，好浓香牛腩味。我咧就食到啊，嗰个皮咧就系好脆嘅，然之后啲肉咧系啖啖肉，咬落去咧就唔柴，亦都系好爽口嗰种皮脆肉滑啊！系啊，所以做一种柱侯鸡，先有柱侯还是先有鸡可？哇！我哋终于今日揾到答案添喎。原嚟咧就系、是、即系唔系听咗阿华哥个故仔咧，都唔知道啊。原嚟咧系先有呢一款柱侯鸡，之后先至再出我哋以前柱侯酱用到嘅柱侯酱。系啊，我而家每日整菜都笑唔到佢哦。华哥咧仲话俾我知啦，其实咧呢个柱侯咧系一个系列嚟嘅，即系佢唔单止咧系可以整到咁好食嘅柱侯鸡啦，而且仲可以整柱侯鹅、柱侯鸭、柱侯鸽、柱侯水鱼等等等等，应有尽有啊！哇，讲起嚟，华哥又话俾我听咧，呢个柱侯鸡历史有200年以上噶。哇，其实咧，我觉得嚟到佛山食呢啲佛山菜咧，全部都系啲老字号，因为佢真系咧，好有年份。老师，话时话咧，我哋今日算唔算偷师成功呢？如果算嘅话，我哋真系可以咧去争取做佢第六代传承人噶喎。哇！马上排队，马上排队。嗱，我食过华哥好多靓手势噶啦，咁多好菜咧，其实咧有一样华哥有一样拿手又家常嘅菜咧，我想特别推荐。你咪要学厨艺嘅？系啊，嗱，华哥呢样嘢咧，其实食菜。你隨便攞到的了，但是怎樣整到這麼完美呢？那這個就我們要看華哥怎麼教學不學到師了。好啊，那我們繼續有請就是華哥和郭師傅啦，為我們整一碗什麼靚菜呢？大家好，哎呀，今天好像大家看到這個台面啊，哇，這麼多鴨蛋的，有一些牛肉菜呢，白醋呢，茄汁咧，茄汁咧，咁啊究竟呢个做咩菜咧？呢、這个菜咧系佛山好传统嘅，好有民生食风嘅呢、這个菜式咧，就叫做傻。嗱，你揞住眼先，你先闻一闻味道，你估下呢个系咩靓菜先？哇，真系唔使睇都知道系五柳蛋啦、啊！估啱咗啦！哇，呢啲我谂都系我哋细路哥嗰时嘅一种美食记忆喺度咯，五柳蛋咧，对于我嚟
嚟讲系充满童年回忆噶，因为咧以前啊，每逢行过至美斋咧，只要掹下屋企人件衫，就知道我想入去咧买几蚊鸡五柳噶啦。咁买五柳翻屋企整咧，咁啊当然就系整五柳蛋啦。嗰晚我一定会愿意食多几碗饭噶。嗱，其实当整屋。五柳蛋我想就难倒大，但煎只荷包蛋加点五柳呢度去，呢个系我哋细路嗰时一定嘅，哇！谂到啦，流口水嘅过程嚟嘅。话时话，我喺翻寻味第一次显示我嘅厨艺，做嘅就系五柳炸蛋啦。不过当然，今日要提呢一件事，我肯定系班门弄斧啦。老师，不如试试大师傅嘅出品。系啦系啦，我觉得咧，净系从一个视觉上面已经觉得好唔同啦，好似好足料咁嘅。嚼一嚼，所以嘅系一个口感，好酥脆啊！嗯，酥香酥香。我就整唔出呢种咁嘅口感啦。我就对里面感兴趣。外面酥香，里面溏心，绵香绵香咁样样。嗯，最要个味道，哇，开胃啊，醒胃啊。嗯，个酸咪咪嗰种感觉啊，真系好勾起一个童年嘅回忆。系。咁我哋睇到啊，其實我哋咁多粵菜，阿華哥都同阿郭大師咁樣一路喺度教，咁或者我哋以後學藝，我哋又第唔知第幾代咧，咁我哋都喺度學習過程就一種傳承過程。嗯，老師，我覺得食嘅過程都係一種傳承啊，所以我哋今日食得咁開心咧，又係時候啊，要多謝我哋嘅合作小伙伴啦喎。首先要多謝我哋華家班嘅大師傅，我當然係我老友記華哥啦，仲要多謝我哋。华家班的弟子啊，就是郭师傅啦。另外咧，仲要啊，多谢咧就系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嘅乡村小聚，多谢晒你哋啊！多谢老师，我哋今日嘅偷师有冇完成咯？我哋一起再次叫出我哋嘅口号嚟，三二一，我爱翻寻味，佛山欢迎你，下次继续嚟，拜拜。